刚送的，想要让我们体验一下，顺便帮他们宣传一下。好，干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哦，我要开票，对不对？刚刚是不是那个谁赢了？颜值队赢了。但我不知道发不发得出来，因为我刚刚感觉好像卡住了。哇，好像真的卡住了。卡住咯！我看我用网页可不可以给？哎，网页也可以给。嗯，网页可以给，而且还有结果。网页有可以给，可以给结果。它只是在这一端。这一端坏掉了，在 OBS 这一端坏掉了。我们刚刚有10万的人投颜值队，然后 ASABCD 投了55000点，然后他赢了22万点啊，一跃成为第一名，大爆冷门，笑死，因为所有人都投魔镜。薛海，他真的变第一名了 ，ASABCD 8547，目前226698点，占据第二，因为第一名是我们家工程师。其实我现在也可以把自己变第一名了，我自己也可以把我自己灌1000万点。笑死！还好吧，感觉刚刚那一把就是没扣啊，有我在就不一样了。算了，话还是不要讲那么满。希望香港我们可以决赛见。啊，我们再聊一下天，我要关台了。看你们有什么要聊的。JJ 扣白痴，最好是给王永杰扣，王永杰最好是会扣。哎呀，这个梦想杯就是好玩而已啦，大家不要看得那么重啦。什么为什么不上我？为什么不上 Wins？ 没有，就好玩而已啦。聊天室的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？Bang！ 第五战神奇狼骨队不是英勇狼骨队对上这个魔镜啊，神奇狼骨队。扑克应该不会开太大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强，然后强一点再跟你们玩好了，再看大家给你们看好了。然后什么？香港比赛准备如何？还好吧，就没事打 solo Q 这样就好了。还好啦。哎呀，英雄联盟早就过气了，大家还这么在意？没事没事，
我们跟博之配比较好配啦。毕竟配这么久了，安啦安啦安啦，稳。什么时候要清眼皮泵的啊？到时候给下面人测一测，这没有问题以后就会那个了，就会清掉了。到时候就正式完了。今天会 JJ 会住我家吗？不会吧。这么多点数都没了，之后再过来看一看就有了吧。JJ 明天会去三创吗？不会吧。清光前我会去说哈 JJ 今天有洗澡，反正是一样意思。烂透。哎呀，友谊赛而已，大家在那边唧唧哇哇，烦死了。没差啦，真的没差啦。大家那边每个赢了输了都要在那边换来换去，然后键盘教练，你们真的应该自己去写一个游戏，什么这个明星志愿，或者是什么电竞志愿。对啊，傻逼傻逼的。大家到底有什么差啊？就友谊赛而已。没差啦，我现在香港的也想火放啊，感觉香港的好像一定得选一场冠军组合哎，干现在冠军组合烂成那样，到底要选鸡鸡哦？就剩一个球女能打，还有一个上路的圣可以打，妈的，剩下三只都是垃圾。感觉好像一定得选一把啊，好烦啊！努努，你跟我说不错，努努辅助不错，我真的是呵呵。努努 jungle 蒙多辅助，贼猛！现在应该是 S 3的组合强一点吧？我记得 S 3什么杰、啊？不对不对，不行不行 ，S 3估计也是贼烂。还好啦，这次去没有韩国队，应该还行。好像就中国队难打一点而已。欧美来玩的，欧美那几个估计英雄联盟都没开过了。JJ 特别认真，没有吧？他只是喜欢打比赛啊，其他他也还好，他得失心没有这么的大，还好还好，还行还行。他应该比较想盖房子啊。我其实应该会很喜欢玩盖房子那种游戏，可是我很怕，我不敢玩，因为我玩了以后，我怕我真的是进去了，对啊，所以无法。
对对对对对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真心觉得我一定超强，可是我不敢玩。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太恐怖了。因为你玩，比如我不是说我很前，我不是说我一开始就会上手，因为你玩，然后就灭了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干不行，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然后我就要再盖、再玩，然后再灭，然后再玩、再盖、再灭，你就一定要想办法玩到最好，然后最后就。我到底玩了三小，浪费了一辈子的时间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浪费了好久的时间在上面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那个时间真的花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因为你一定会，你一定会串起来啊。那个当你一串起来，你就会想要再来一次。因为我以前玩单机游戏的时候啊，我后来都不碰单机游戏，就这样，就是我玩游戏太完美主义了，就是啊。当我知道我选的角色或是我走的这条路不是这么的好的时候，我就会重玩。我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这也是一开始选择的路线。嗯，就是对，不是，我不是处女座，我玩游戏就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以前玩单机游戏，不是会什么走支线，然后走就走歪，那你就觉得说干不行。hold 不住，就算他要再重打三个小时都没差，嗯，然后我就不喜欢玩这个东西，就很强迫症啊，真的。你是处女吗？不是，真的真的，我不行，我不行这样，对吧？后来我不过 YC 玩那个东西很厉害。我那天在公司，然后我要下班的时候，我就看 YC 画面在玩这个。应该说，我看不出来 YC 在玩什么，但我走到他后面的时候，我发现 YC 玩的这个游戏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像 JJ 在玩的游戏，但他的画面好满，他的画面好丰富。我说 YC， 你在玩跟 JJ 一样的游戏吗？他说对啊 ，YC 的是帝国。王永杰的是他妈的游牧民族，YC 的那个画面是满的，然后盖了一堆墙，然后哇啪啪啪啪啪，塞的满满的东西，啊 ，YC 是帝国，我真的是你哪一天真的要看一下 YC 的那个边缘世界，干那个不是边缘世界，那是他的世界，那是他的世界，看。王永杰他妈真的跟游牧民族一样，就像他妈一动，然后又被人家绑匪在那边进攻，在那边打架，嗯，难度一样吗？他应该是我不知道他玩多难哎、欸，我没有问。可是 YC 很喜欢玩这种东西，因为 YC 玩 Don't Stuff 也玩很猛，嗯，对啊。哦，这些玩最难的、哦，好管他的，他自己爱玩。YC 是我们家的一个技术。YC 是新主播吗？笑死！YC 是新主播啊！最近还有在减肥吗？没。原来最近没在运动，不过饮食控制还是控制。白痴王永杰只会玩我的边缘世界啊、哦！他就只会创摸死摸死摸死。没有，我等一下 host 阿乐。那妈，阿乐怎么今天跟大神一样？哦，还要乖哦。那等一下再 host 小熊好了，还是小梅好了。
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啦。我们礼拜干，礼拜四会开台，礼拜六有活动。这活动怎么那么多人啊？摸屎小熊 JJ 蛋卷 Wings 蝴蝶球球叉烧懒猫雨西啊，不是全部了，靠腰啊！太空战士活动出席，摸屎小熊 JJ 懒猫蛋卷 Wings 蝴蝶叉烧球球雨西十个，礼拜六又叫 JJ 上台呗。团聚没有啦，那是厂商点的啦，那不是我们发的啦。JJ要在小港开台啊！干，我好久没做伏地挺身了，我应该两个月没运动了。我先试试看，看还做不做得起来。突然想做，我那天今天走出门的时候看别人。直播在做，搞会不会死？你做不大了啊！我翻台了，没救了！我这样子连二十下都做不了哎！我操嘞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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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关台了，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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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好废哦！干我之前可以做一百下哎！我操！真的是两个月不动就这样子，真的是烂死了！要复胖要复胖的。啊，厚实的蛋卷是不是？蛋卷是不是没什么人看啊？不对，还有一千个，小梅好了啦。我看看一下小梅的 ID 怎么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子，我们礼拜四开台，礼拜六有活动。好啦，就这样子，大家拜拜，路上小心啊，注意安全，晚上回家不要乱吃东西，不要乱跟陌生人走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吃个广告，三分钟，拜拜。